講翻啲好消息先啦。咁即係某程度上就係即係二萬點點解會上得翻嚟啊？咁當然同呢個中國嘅社會重開係有關嘅。所以再睇多幾日，如果報出嚟嘅死亡人數都係唔增加，繼續係維持九個或者係好少好少嘅咧，咁啊一係就係中國嘅醫療係真係神乎其技得好緊要。如果唔係嘅話咧，恕我直言就係、是。都有啲影響中國嘅公信力，因為中國三年內抗疫一向都係話科學為本，以人民性命為優先。咁然之後到咗而家退疫啦，如果就係即係反而冇實時報導嗰、那個感染啊，同埋重症同埋死亡咧，依、這個就我覺得對公信力有少少唔係咁好啦。即系呢个节目系贡献俾个社会 ，share 我嘅 thought。我觉得我要嘅资讯想同大家 share 嘅系越广泛嘅平台，咁系越好啦吓。我系唔收钱，亦都唔收钱嘅。即系呢个节目，如果你觉得有教育性嘅，更好啦。大家好，第二个 part 我今日讲咧就系讲翻下恒生指数近日再次逼近二万点，普天同庆，大家都即系比较开心啲啊！新 channel 好多嘅观众都系原本入嚟都系想睇讲下股票，但系 unfortunately 我就即系近年就觉得有啲世界大事系。比講股票更加重要，所以我就即係講闊咗啲咁樣啊。但係今日我會討論翻啲關於即係依個股市咁樣。咁首先講下，因為我唔認老都唔得啦，即係我入行30年。咁我今次見到恆指再逼近二萬點咧，即係我都高興，不過咧我就即係唔會好興奮，同埋咧亦都不禁帶點唏噓，因為咧已經係第 N 次接近二萬點啦。即係我翻查一下頭先。就是第一次呢是2007年应该就已经二万点，眨眼15年后。咁柴狗话斋，即是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呢，咁15年后我哋又即是都是处于个二万点楼下咁样。咁我即是以前都讲过啦，即是过去25年即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即是好有智慧地话俾大家听，唔好留意呢个短期市场波动，我哋要留意嘅系长期嘅回报同埋长期嘅市场嘅趋势。咁谂25年如果呢个人生冇几多个十年，咁人生更加冇几多个25年啦。咁如果25年即系当然几个礼拜前呢个恒指都系低过15000点啦。咁97年嗰支系即系又系15000几，咁即系你25年都冇喐过，或者甚至乎升去20000点啦。哪怕咁都係升咗1/3啫，咁樣 over 20年喎。雖然你話有 dividend， 咁加埋可能有1-2倍嘅回報，但係我已經以前有指出過啦，與同時間嘅中國 GDP 比較咧，真係遠遠落後喎。中國 GDP 係升咗18倍幾，係接近20倍喎，喺25年期間。咁即係 what happened？ 咁點解會咁差咧？咁樣咁我一陣間會再討論。但係 anyway 講翻啲。好消息先啦，咁即係某程度上就係即係二萬點點解會上得翻嚟啊？咁當然同呢個中國嘅社會重開係有關嘅，整體上必然係好消息啊！即係隨著呢個放鬆放寬嗰啲措施嘅加快，咁個市場咪興奮咯，咁咪覺得即係呢個 consumption 啊，或者係呢個運輸啊，或者甚至乎投資啊。各方面都可能會好翻啲咯，咁即係所以咪會有得由呢個14000几再升翻上嚟接近20000点，已經係升咗20-30%，已經係非常之唔錯。即係11月應該係20几年来最好嘅一個月份表現啊，恆指嚟講。咁當然10月就即係非常之差啦，即係 more or less 係一個 V shape 彈翻去一個都仍然係頗為低嘅水平。而家 year to day 即係恆指都仲係跌10几个% 啦，即係。咁呢個A 股亦都唔係好啦，尤其是今年人民幣都貶值咗，仍然貶值咗不少啦。雖然都開始有啲穩定翻，反彈翻。咁
这个社会重开，咁我哋整体上系高兴嘅。不过当然我都要即系提醒一下，就系呢个理论上系必然逃唔过有一个 exit wave， 一个退役嘅浪潮嘅。咁如果你放得太快，咁可能会好多人感染，咁当然会有多啲人嘅死亡啦。但系大家唔好唔记得，就系之前我记得超过半年前啦，嗰阵时好似系上海復旦啊，嗰啲已經有 model predict 一個 exit rate 可能死160万至200万人。咁即係當然你香港呢個所謂第五浪啊，或者成個疫情至今係死咗11000人。咁你如果中國內地嘅人可以14亿乘翻出嚟，咁咪死近200万人係有可能嘅咯。咁當然就要睇下你過去半年中國準備成點咯。咁我見到咧個準備係好過香港，因為香港 Omicron wave hit 嗰陣時咧，我記得啲应该是大概应该是 over 80岁那些呢是接种率只得20几%。咁而家呢中国内地好啲。我最新呢个应该是11月中到嘅数据，我见唔到再有 update。咁就是超过80岁嘅所谓完成接种嘅率呢就有差唔多 exactly 是 2/3， 是 66%。加多一针 booster 嘅呢不幸只得 40%。咁尤其是你啲药过咗一段时间都会个药力会过噶嘛，咁所以我都觉得其实 all things being equal 咧，我唔觉得中国系准备得好好嘅为呢个重开，即系某程度上都系情况强于人吓，即系我一阵间再解释啦。咁所以即系我都希望佢继续谷针，尤其是我都希望佢哋快啲系推出嗰个 Omicron specific 嘅针。咁我好似以前讲过，即系Sinovac 嗰支咧，就因為佢比較小心，西方都話啦，冇 human trial 就推出嚟噶嘛，即係嗰而家香港開始打個二價咧。以我所知，大家觀眾可以去 fact check， 係冇做 human trial， 淨係得用白老鼠，用為數不多嘅白老鼠添。咁即係我唔話佢係唔安全，不過即係 that's the fact。咁Sinovac 就即係比較上做足啲功夫，就係我諗起碼半年以上嘅 human trial。咁就中國亦都發展緊自己 mRNA， 但係我即係都聽咗好耐啦，但係暫時都未見到，亦都唔知佢個 testing 去到邊個 stage 咁樣。咁唯一我覺得反而興奮啲嘅就係香港大學應該係帶頭去研發同內地合作嘅，就係嗰個噴鼻式嗰個，我已經講好多次啦，即係嗰個袁國勇教授帶領團隊嘅。咁嗰個咧就而家係攞到中國內地嘅 emergency use 嘅 approval， 反而佢話未決定申唔申請香港，即係香港好細嘅地方，呢個唔係最重要啦。咁內地竟然批咗佢，我唔 detail， 我真係唔知，我唔知佢個 underlying technology 係用邊款，但係一向都知道嘅就係噴鼻式嘅疫苗咧，如果做到嘅話咧，理論上可能對防感染同埋防傳染咧係最有效嘅，即係你即係個渠道入去就係鼻啊同埋口啊嘛，即係最容易呢啲呼吸管道病嘅病毒啊，所以如果喺嗰度 block 到佢咧，就會更有效。點解重要呢？就係再講一次，因為 Omicron 傳播性好驚人，好高，佢 R not 可能高到 18.6， 咁所以個重點唔係話佢好致命，而係佢傳播好快、好廣泛。咁所以如果你 block 到佢傳染、感染同傳染咧，依個係好重要嘅。咁所以即係 I'm glad， 但我又唔知嗰個 production ramp up 又可以幾快。咁所以all things being equal， 我就觉得中国即系都未系完全准备好呢个重开。不过有阵时就系呢个即系情况强于人。咁我仍然都系劝喻嗰几句，就系谷针啦，最好就强制性啦。第二样嘢就系你最好好好地保护好啲老人家啦，老人院尤其是嗰个 setting 最危险啦。咁如果防到佢，滲透入去就最好啦。如果防唔到咧，我仍然建議係應該要疏散嗰啲老人院嘅。我知道唔容易，你 send 佢去邊？但係即係我向個比喻都係，猶如一個火災，熊熊烈火，你就算將佢搬出街都好過繼續留喺嗰度啊咁樣。只不過依個係無形之火，依個 covid 咁，但係殺人你知㗎啦，入到老人院同火燭都差唔多㗎啦。即係老人家，如果你唔係 adequately facts 咧，即係其實嗰個死亡率係仍然是很高的，是10几%的，即是一定是对老人家如果 not properly vaxxed 那些是死亡率远高于感冒的，这个是真的。后生一点的就跟感冒差不多，甚至可能现在
內地的口風一改就話哦，甚至乎死亡率低過呢個感冒添咁樣。咁但係老人家係要好好地保護多啲咯。咁我認為。咁第三樣嘢當然就係、是、準備好你多啲嘅 emergency facilities 啦，即係呢、这個ICU 或者你嗰啲方艙醫院啊，都係要準備足夠啦。同埋最緊要就係藥物啦，我覺得藥物都 stock up 多啲啦。無論你係西方嘅 antiviral drugs， 喺中國自己嘅 antiviral drugs， 喺就算係啲即係中成藥嘅好似清瘟啊嗰啲咁，都盡量多啲咯。咁樣我覺得咁啊，因為佢嗰個 R not 咁高咧，係18以上咧，咁而家估計好多人話。國內嗰個實時嘅 R， 即係所謂嘅 RT 咧，可能都高達3至4。咁 which means 咧，佢其實再隔多幾代咧，就會係即係砰砰聲嘅，即係以幾何級數上升嘅。即係嗰個高峰期可能係農曆年前後咁上下，咁就可能會使到某啲地方嘅醫療系統會個壓力係會大啲啊，唔出奇。咁啊，當然呢個希望盡量做得好啲啦。咁所以有啲人就認為其實嗰、那個自疫政策咧都可以應該係有啲微調嘅，即係如果你個醫療系統頂唔順啦，咁可能就要 impose 翻某啲嘅社交隔離啊、口罩令啊，即係最近都唔係誇張啊，最近有啲人話形容內地開放嘅速度係快過香港好多，而家香港變咗成個中國裏邊可能最嚴嘅城市，即係我哋仲要掃呢個安心出行啊、口罩令啊，即係諸如此類啦。咁國內不止話放棄咗。很多的核酸檢查，甚至乎是很多地方連數碼都不需要的，就是據我見到的報道這樣。那這個就是就是那個情況咯。那但是老實說，理論上這個 exit wave 是無可避免的，就是理論上現在應該都見到急速的案例的上升，但是呢中國竟然呢就是連續11日報出來的數目呢是下跌的，由30000多跌到现在得返仅仅20000宗。咁当然如果呢个是真实的话，咁同你减少咗测试有关啦，即係唔需要核酸啦，咁唔知呀，即係同外国啲数据已经唔再准确一样啦咁样。咁呢个我觉得都仲可以 understand 嘅，虽然係咪咁夸反而係不停咁跌呢，同埋即係当然最近冇再提动态清零，但中国从来冇讲过话放弃动态清零啦，咁所以个数据嘅下跌咁急速嘅下跌，係咪即係代表其实话俾你听，中国系成功地去控制紧个疫情，系去翻呢个清零咧，咁样。咁我都唔知道，即系我一向都话，中国似乎到而家为止咧，我唔觉得话有一个好清晰嘅路线图去退疫，或者系呢个时间表啊，佢系唔愿意讲出嚟嘅。虽然有20条，今日有10条嘅优化自疫政策，但系佢从来冇讲过话佢系即系一个退疫嘅政策，即系唔好讲话。躺平啊！佢一定唔会承认自己系躺平啦，佢亦都唔会承认自己系放弃动态清零，但系 simply 退役佢都唔会咁讲嘅，唔会用呢个字眼嘅。咁而佢个数据报出嚟，系真嘅，我真系好恭喜佢咯，好神奇咯，即系嗰个感染数目日日跌嘅，而更加神奇嘅咧就系死亡人数，自从呢个重开嘅浪开始咧，一直多日来维持系总共死咗9个人。咁你对比香港。其实感染人数最近因为随住入冬啦，咁啊增加紧，而家去紧即系9000啊、10000啊咁样，咁然之后每日 unfortunately 都仲有10几人、20几人死亡，咁中国系香港人口即系近200倍，咁但系竟然佢就即系死亡人数系得总共9个，咁系咪滞后咧？亦都开始重开咗几个礼拜啦。如果系即系有啲病，然之后重症，然之后死亡都差唔多噶啦，咁所以再睇多几日，如果报出嚟嘅死亡人数都系唔增加，继续系维持。九個或者係好少好少嘅咧，咁一係就係中國嘅醫療係真係神乎其技得好緊要。如果唔係嘅話咧，恕我直言就係都有啲影響中國嘅公信力，因為中國3年內抗疫一向都係話科學為本，以人民性命為優先。咁然之後到咗而家退疫啦，如果就係即係反而冇實時報導嗰個感染啊，同埋重症同埋死亡咧，依個就我覺得。对公信力有少少唔系咁好啦，同埋亦都系可能会唔会俾咗一个错误嘅感觉啲人民就话哦冇事啊，冇人死啊咁样，咁所以有啲朋友咧就话全世界为例重开个社会咧一定会系有一场混乱，即系吓到啲人
搶救糧食啊，或者係唔敢出街啊，因為哇出去好危險喎、啊。或者甚至乎 production 啊，即係中國好著重工廠噶嘛。咁啊，如果好多人中招咁啊，開唔到工啊。咁雖然個別聽到話長城汽車、河北嗰啲而家都有四分一人係請假，因為感染咗唔翻工咁樣。咁但係即係我自己嘅預見咧，就係唔會發生好大混亂。幾個原因，第一個咧就係因為中國係最後一個開放嘅國家，咁大家都已經有足夠嘅心理準備，知道嗰個情況。无论政府或者人民都应该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知道即是应该不用过分恐惧，不用说即是囤积很多的粮食啊，或者是完全不敢出街啊，不需要。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找得这么久了，虽然国内有些地方是两年头那两年生活得很正常没有受影响，但是最近一年越来越多人是受到影响，还有大家都知道经济不好，所以其实都几那个即是那个都焗住道氣好耐咯，咁所以你話今次重開會唔會嚇到佢哋唔出街咧？或者啊，真係又再講翻，哎呀，中國人好顧住老人家噶，咁因此就唔會肯出去啦。咁我覺得未必咯，老實講，我覺得因為混得太耐啦，啊，咁同埋我自己覺得即係老實講，中國嘅政策咧，其實今次都有咧，其實都有少少被動咯，即係一來 Omicron 真係好難控制，佢個 R not 咁高；二來經濟咁樣嘅。即係下滑，咁亦都頂唔係幾順啦。咁第三樣嘢就係，我覺得佢比較上都係被動少少，就係、是、終於兩個禮拜前出現咗有少少嘅示威啊，全國有啲即係反抗疫嘅行動咧，咁你先至急速去調整嘅政策咧，有少少係 reactionary 係被動嘅感覺咧。即係其實你 Omicron 已經出現咗一年啦，我一早已經同大家講咗話，依、這個應該會 dominate 好耐，結果我估中咗啦，同埋個毒性係減輕咗。咁亦都係真嘅，咁已經係大半年甚至係一年嘅時間係咁，即係唔係新嘅嘢。我所以一直之前就鼓勵佢二十大快啲開咧，因為我感覺到其實佢唔開或者佢拖遲開係同呢個二十大有關嘅。我就話你提前開啦，盡量七月就開啦，八月開啦。咁結果佢都要等到十月底，咁結果要等到十一月先至開始係即係調整個自衞政策，而因為個調整反而產生某啲混亂，咁就導致有少少個 keyword 係少啊，小規模嘅。一個但係頗為 widespread 嘅有啲即係反抗疫嘅行動，咁我覺得依個就係唔係咁好咯，即係最好你係早啲係主動啲去改變，咁可能避免咗嗰啲咁嘅鄭州嘅環境嘅境況，或者係全國即係上兩個禮拜啲境況，因為你嗰啲對你中國嘅 image 啊，對 PR 真係又係冇幫助，而家只會加速令到蘋果都要脫離中國。他们在印度的投资是增加了八倍。最近我看到记者追着问 Tim Cook 关于中国问题，他是不敢答的，他直行直过，他不愿意去回答这个问题。所以这些对中国即是各方面经济也好，其实是不是很好的一个帮助。但 anyway, 整体来讲重开好过不重开，不过即是建议他是小心一点重开。如果要 flatten the curve, 保护个医疗系统不要崩溃，即是某个城市或者某些地方呢，就可能都要是有些微调，但整体来讲我觉得就都会挺 smooth 的，因为尤其是如果不讲给你听有多少人病有多少人死，那些人不会特别恐惧咯。样然后讲回这个股市，我们终于又逼近了二万点，like I said，股市基本上二十几年升得很少，第一次见二万点是应该是2007年，那眨眼15年。即係我已經講咗好多次啦，咁啊，即係個表現係固然係長期嚟講係好差啦。咁啊，但係有啲朋友就指出話啊，但係中國個市值咧咁樣，市值有冇增加啊？有啊，啱啱好市值係增加咗差唔多20倍啦。即係到2020年嗰陣時，咁就而家跌翻啲啦。咁我諗而家都係 in line with GDP 可能升咗17-18倍啊咁樣。咁啲人话咪解释咗咯，咁个资本市场唔系唔好啊，佢增大咗好多啊咁样。但系问题即系呢个就话俾你听，其实咧，佢系好多公司上市，好多公司系批股啊、集资啊，定乜嘢嘢。不过系冇升幅噶咯，即系原来呢个慢慢形成咗种文化，就系原来 IPO 咧系一个 exit 嚟嘅，佢唔系一个起点嚟嘅。咁我就会 contrast 呢、這个。即係西方，你可以再講海洋文化，佢哋中意征服全世界嘅。即係你唔好問呢個 Elon Musk， 唔好問 Jeff Bezos， 甚至以前古老啲嗰啲 Sam Walton， 我記得中國唔知80几-90岁，仲自己揸住架單引擎飛機周圍去揾紙開鋪頭嘅。咁佢當時已經係差唔多美國首富啦。咁佢點解要咁做咧？你唔好問佢點解，
它的存在意义、存在价值就是要继续增长，要 dominate 美国，继而 dominate 全世界。无论 Amazon 的想法是这样， Netflix 想法是这样， Starbucks、 McDonald's 全部想法都是这样的。那如果是中国上市原来的 exit 来的，那然后最近一两年更加 reinforce 说资本不可以无序扩张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大啊？甚至乎觉得你为富不仁，即是各样原因，所以导致你见到现在中国譬如说Big Tech 创办人留在公司的呢没几多个的，主要是好像人说是美团的，或者是小米，其他很多近日都看到原来马云搬了去日本东京住了半年，听说很多其他的企业的founder 已经是都是去了海外的了。那有人形容这个健康的，我有即有些顶级分析师的说中国你看有这个 social mobility 啊，即是 namely 即是那些什么胡润榜啊、福布斯榜呢，去新首富就大镬的，即是每五年呢就清洗一次，就有一些新的行业、新的企业上来。那我都觉得是健康的，即是调翻转头美国你可以说过度垄断性，那那些家族啊或者啲公司企业垄断了就好耐好耐都不会转装的，不会变的。咁可能美國係過度長啦，可以咁講啦。但係美國、中國過度短喎。如果你話五年就換一批首富，五年就換一批新嘅行業、新嘅企業，即係就算你話成功發展到一間企業喺國內咧，五年係唔足夠時間去發展成為一個 world global champion 喎。即係中國嘅企業，所以絕大部分仍然走不出國門，唔能夠成為全世界最 dominant 嘅公司，同美國 compete， 而去宣揚你嘅價值觀、宣揚你嘅信息，或者係經濟上面令到中國更加有影響力，這些就是因為你其實那些企業是做不到一個長期增長的，個環境是說得難聽一點就是割韭菜，就是原來上市就是要閃的了，就是要cash out 就走的了，就不鼓勵你，這個是一個 vicious cycle， 你越是多的情況出現，那就越是會形成這種這樣的不健康的企業文化咯。另外它不升的我想也都有其他的原因，短期内当然是因为 COVID 过去两年令到经济不好再跌，另外就是那些 crackdown 这些是短期的，长期的原因就是like I said， 中国那些企业其实不 efficient 的，那个 ROE 是由以前 15-16% 跌到下去只剩 8%-9%，所以今次 Morgan Stanley upgrade 翻中國就係話，估計明年個 ROE 會由 9% recover 翻去 11%， 而 9% 咧係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very long time 咧係低於亞洲嘅 average 嘅。這個中國嘅 GDP 增長率咧又係唔知好多年來第一次咧係跌低過即係成個亞洲嘅平均嘅增長率，因為ASEAN 啊、印度嗰啲增長率係遠遠高過中國啦嘛而家。咁所以即係依個大家都係要小心嘅，即係你嗰、那個efficiency， 再讲无论你睇 ROE 或者睇呢个 TFP 等等，中国系不停下跌紧嘅，呢个唔系好嘅现象啦。咁长远啲，当然又有人口结构问题。你而家人口已经见咗顶啦，开始 shrink 啦 ，aging 啦。咁以我见到嘅研究咧，就系任何一个国家去到譬如中国咁嘅中等收入水平咧，如果你系人口开始收缩咧，长远嘅 trend growth 咧，好难超过2.5%。当然今年这个中国的 target 都是 5.5， 今年可能因为自疫啦，咁啊达唔到标啦，咁啊明年估计可能会 set 个 target 会都是 5% 左右啦，咁其实要 reach 到呢哇反弹可能会咯一年，但 trend growth rate 要超过 2-3% 其实是困难的啦，咁而 2-3% 呢就我已经讲了好多次啦，咁令到你当然 employment 都会可能有忧虑啦，或者你嗰啲债务问题啊等等都会出現，或者你如果講話同美國的競爭，咁你好難話追近佢啊，或者係超越佢啊咁樣。咁呢啲你可以話哦，唔係同美國競爭緊啊嘛。咁但係其實你一來又有講東升西降啦，咁二來你如果嗰個經濟規模同美國係長期啊，講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係好接近嘅話，其實國際嗰個安全嘅局面反而更加危險、更加緊張，因為是但有一個 clear winner。中國大過美國 50% 或者美國繼續 lead 中國 50%， 相對可能比較和平一點，如果大家是很接近是叮噹碼頭，可能反而 是危險些少，所以我覺得這個即股市不升呢，其實是反映有些深層次
这个中国的这个增长啊，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些问题。所以我再讲一次，我很佩服主席在个工作报告这个二十大那里提出两点，他说要 boost 的是 birth rate 和要 boost 这个 TFP。 那我再讲一次，我过几两个月前做过一个差不多是 lecture 啦，我那次解释什么叫 TFP。 这个 GDP 的来源其实有三个 factor， 就是来自这个劳工、资本和它结合的效率，就叫做 TFP。 这样那我想习主席就真的很聪明，他知道资本不可以无序扩张，同埋过去十几年就过度投资，以呢个债去谷嗰个基建投资。咁嗰个咧系大家见到啦，无论房地产或者基建啊 ，LGFV 嗰啲咧都系产生好大债务问题，即系嗰个谷无可高啦。咁所以理论上合理嘅咧，想谷嘅咧就系呢个 birth rate 同埋 TFV。呢个 developed economy 嚟讲咧，其实理论上咧最希望系 2/3 嘅 growth 系来自 TFV， 来自嗰、那个即系效率嘅增长啊。咁啊。三分一可能來自就是勞工和加資本的增長，但其實中國資本增長很明顯就不太想了，起碼不可以太快了。但人口出生率，但這個又是戰後未見過哪個國家呢，即是你跌了下來的個出生率可以反彈的，這個很難。TFP 理論上是比較有機會的，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我又再次提醒了，就是 TFP 裡面都有很多不同部分，一部分来自当然是科技创新，这个当然是中国重点，就希望能够用科技的创新能够推动那个生产力。但是如果你是举角色去做，我担心牺牲了整个社会的一个的 efficiency， 因为市场的分配资源的效率是惊人地高的。这个计划经济除非你的电脑再无穷增长，如果不是的话都是挺困难。但我上集也讲过，其实我觉得这个好几样科技都是 hit 到一些瓶颈，包括 AI 啦，Quantum Computing， 我剛才忘記了說這個Metaverse 那些，其實大家寄予厚望，但其實很難達到這個突破。如果達不到突破，甚至半導體你投了很多錢，但美國是真的很無理地插著你，這樣那變成是浪費式咯。那然後你又 deny 了那些資源給其他的企業，或者是 sorry 你的企業文化不是很健康，令到減低了個 entrepreneurial spirit， 大家不敢去即是創業，或者變成全部都是很短期的，一找到快錢就走了，不夠膽長期再 去 develop 那個企業成為一個國際的冠軍，這樣這些都是一個問題咯。所以我就擔心 TFP 都不是那麼容易 去增長。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是咯，未來中國都有個問題。第三個認為為什麼股市這麼低迷，就是市盈率低，就是股值低。咁估值低咧，就因为我觉得都系中国嘅 P.R. 唔系几好啦，同埋你亦都某程度你个发展模式或者你嗰个 message 都系做得唔系几好，所以你就做咗人哋嘅工厂，即系讲嚟讲去，你又中意做，你仲要再次工业化，但系你就打唔到落去下游，即系标唔到啲 brand value， 即系你提升唔到嗰个估值。咁即系你有 brand 嗰啲公司可能 sell 20倍、30倍 P/E， 咁你如果系纯粹间工厂，可能就即係 single digit PE， 可能7倍、8倍 ，that's it。咁所以你就即係嗰個 image 有啲問題啊，再加埋而家東美鬥爭，人哋又中美鬥爭，當然人哋抹黑你，但係你又 kind of PR 方面又冇乜能力反擊，咁所以嗰個 valuation 就再 compress。咁加埋人哋突顯你嘅長期嘅擔憂點咧，嘅 demographics 唔好，或者你話你而家個意識形態好極端咁樣即係你唔再看重市場，咁所以咪就係你。你個市場攞到的 valuation 就好低咯。我講過一個 anecdotal story， 即係最近早一個幾月香港開咗個金融峰會，某大銀行即係國際的大老闆嚟咗香港啊嘛，咁啊參加咗峰會。但係以我所聽到咧，佢喺內部同啲員工開會咧，即係好公開地咧就話 ，before 佢認為啊，唔係中國認為 ，before 佢認為中國嘅 policy 係 clear up 係成為清晰啲咧，佢話佢唔會再投資多一蚊喺中國。咁呢個真係好驚人嘅啫，佢啲員工都好驚人，即係覺得哇，點解老闆嚟得參加香港嘅峰會，竟然咁講嘢？即係我唔覺得嗰個人係特別係 bias against 中國，以佢嘅觀點，佢就睇唔明中國。即係好似我以前講過啦，咁到底你係走緊去呢、這個比較純粹嘅呢個馬克思列寧即係回歸共產主義嘅初心，哪怕有中國特色啦嘅社會主義啦，咁但係同時嗰次峰會個 message 就我哋香港係有。資本主義有普通法，有一國兩制咁華麗嘅包裝，但係
like I said， 即係我喺另外有啲傳媒都講過，以前成件事咧，中國就好似一個手卷咁樣，外邊可能係紫菜，裏邊個外邊個紫菜個包裝咧就係呢個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個餡咧，當時以前以此為榮噶，就話啊，中國比美國更加資本主義，個個人好中意錢嘅，個個人都係即係好 pragmatic 嘅咁樣。以前個包裝就係個中國式社會主義，個餡就係即係頗為資本主義。咁但係而家個包裝係調翻轉，好似反手卷啊嘛。而家個包裝就係呢個一國兩制、普通法同埋呢個資本主義，即係香港啦。咁但係個餡就係越嚟越回歸初心嘅即係嘅共產主義或者係社會主義。咁呢個即係個包裝雖然華麗，但係個餡係咁啦，其實都唔容易 sell 咯。好明顯，我例如即係咁有啲美資嘅大老闆嘅銀行嗰啲。都是仍然很審慎對於中國 的長遠的投資這樣。還有就是雖然未來很難預測，但是過去25年如果個回報是這麼差，是曾經就是早兩個星期是零的話，那未來過去25年的意識形態已經放低一點了，都是這樣。那如果以後未來的意識形態是放高一點的話，而中國仍然未能夠即完全決定那個市場的地位放在哪裡呢，即包括怎樣保護投資者，provide什麼回報給投資者，無論是國企、民企或者混合制度的，其實即是是不容易咯，這個 sales 的 pitch，即所以很慶幸恆指能夠上回二萬，即將可能希望上到二萬點，但是老实啲讲下，总结一下，如果你以中国 GDP 为比例嘅话咧，恒指可能应该系30万点。如果好似美国咁样，唔好同印度比啦。如果你好似美国咁，理论上系精英嘅精英，系 cram 到啦 cram 拔尖嘅先上到市，先入到指数嘅话，佢嗰个增长应该快过 GDP。咁其实而家恒指可能应该系40-50万点先至正确嘅。所以而家我哋庆祝紧话。就嚟去翻二萬點啦，即係我後邊嗰個圖都唔知幾時啦，可能係10年前定唔知幾時嘅。咁其實依、這個我都話啦，我認老啦，即係對我嚟講，我唔係特別興奮啊。對我嚟講係有少少嘅悲哀。我希望好似好快就過呢個悲哀，咁啊勢如破竹，希望就好快重上更高嘅水平啊，超越歷史高位啊，希望盡快係達到咁樣。咁啊，多謝觀眾。